我只是来介绍而已哈，我是客串的哈。我们的主角也不是他，是上帝。OK， 所以我新归，我们来自全国，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团队的名字叫一五三，很多人不知道一五三是，所以我们是曲直那边的。所以我们的团队呢，我们是做哪一个施工呢？我们是以画为主的，所以我们称我们的画呢，就是画中有道，就是你从那个画中，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爱，你也看到耶稣要所说的、要呈现的所有的东西在里面。哦，所以我们的团队里面呢，有牧师，有我们人，还有Adrian， 他是搞那个互联网的 IT 的，我们所有的就是大家都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人物呢，就是我们的陈弟兄Alan Tan， 他是我们的画家。他还没有 ，OK， 我讲一下他的背景。他是做广告业的，好、哦，广告业有可能你们看到某些东西，你们我说的你们就会知道了。就比如说我们的Proton Isuara， 好、哦，我们的国产车。那你说啦，那个名字呢是他取的，好、哦，你说啦，这个名字是他取的，然后他也是画了很多画给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比如说苏丹，我们的首相，还有一些名人，比如说Public Bank 的老板呐、还有许许多多啦，还有许多的名人。今天我们可以聊到这里呢，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的画呢，大多数呢是在外国有展现，比如说在美国、韩国、香港、台湾，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是第一次，在台湾呢也是我们的第一站，啊，绝对不会最后一站，所以你们非常非常的蒙福。今天早上我跟牧师在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话，你们这个地方实在太蒙福了，哦，有这么多教会，还有一个他带我去看那个很大的教会。听说可以做满3000人嘛，哦，非常大，哦，我们可以要找一个3000人的教会也很难找，我们这里这么小的地方就有一间这么大的教会，哦，我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大家等了这么久，我们请我们的配角，主角是上帝嘛，他是配角，好来，今天很特别，他是以漫画的方式来呈现。他如何信主，他如何画这些画，为什么青少年这么喜欢漫画吧，对不对？有没有看漫画的啊 ？OK， 来，我们这边的掌声给大家。对，大家晚上好。好。OK， 其实我来到这边就好像我回我的家乡，因为我是出生在马六甲，不过我一定没有亲戚在马六甲。现在我去马来西亚，我是一个旅客来的，我要住酒店，所以我没有机会回故乡。那来到这，我看，刚他们一到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屋子，真的有点像马来西亚，就敢靠近它啦，很多耶稣啦，多高点的那，所以我回忆到以前童年的故事。所以今天也是好，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童年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所以在座今晚是很难，因为我看到很多小弟弟来，对不对？啊，所以我看你们喜欢看漫画的，我出了这两本书，其实我是常规的是因为这些书已卖完了，没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可以带每个人都送一本。啊，不过现在什么？现在我在另一周，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再出版，就是把它翻译成英语跟华语，因为目前我所写的都是英语。啊，是讲很多人拿到他讲为什么会不写华语的，像我现在已经叫。北京有一个女孩子在我的广告公司的嘛，说那种internship，我叫他们帮我翻译，所以已经写好了，现在在进行中。第一本就是这个白碗，第二本就是那个，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就是讲整个故事都是我童年的故事。还有这两本书以前在 MBH Bookstore、Popular Bookstore 也有卖，不过所有的钱一分我都没有拿，都是捐给孤儿院。啊，第二本。是捐给老人院，然后，所以因为我认为我，到时候我跟你们share的就是讲所有我的天才，我没有去度过什么学院的，我6岁就会画画了，所以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孩子小6岁就会画，好像是我都不知道，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是基督教徒，然后我只是
认为为什么自己会挂。我现在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后，我才知道，就是讲有的东西，它是已经你在出世的时候，它已经奉献给了你。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 share 整个故事的过程，都是由漫画来加的。有一些插图的是我书本里面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基督教徒，所以现在我穿插一些基督教的，就是讲在书本上没有的。因为我通常这是第一次我用华语来讲，如通常做 sharing 在吉隆坡我是用英语来讲的，所以我怕等下如果有什么搞错你们要多多原谅。 OK， 因为是 my journey of life 啊，这个 OK。 OK， 你可以看这张画，这是讲我画的那个时候我画这张画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教徒，我是画一张送给一个耶加达的一个基督教徒，就是那个白鸽是代表神，我们的神父，他献东西，也就是讲，如果你看英文的会看懂英文的概念，就是讲每个人出世，神都会给你有一个一种天才，就好像有的会唱歌，好像有的会唱歌，有的会写诗，有的又会画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种。天才，不过很多人是，我觉得很浪费的是，他有那个天才，不过他没有好好的去利用他。所以我也是一样，因为早期我会画的时候，我6岁就开始画，其实我小时候就开画展了，就是讲在小时候，像那个时候我来到吉隆坡工作，我就放弃画画，差不多放弃很多年。所以当告诉你，当我撞了车之后，有一个时候我有一个车祸，我才反省自己，就是讲，其实神给错了，他给我那个天才没有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就开始发挥，所以我就出了这两本书，又做又开始画这些基督教画 ，OK， 所以我是想在座的，如果你们有什么天才，好好的利用它，然后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OK， 接下来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叫 review 了哈，你们明天要来的，因为今晚我不要做我的画展，所以这个是其中一张画。我的画到现在为止有整30多张，不过因为这边因为车的话就会摘下，我摘了整10多张下来。这些画都是在香港去年做个展览会的。我的画每一张画都可以看到主耶稣的。OK， 这你可以看其中一张，这个就是。一个是有个铁钉在手，另一个就是他复活跟 before 了，你可以看转过来，你看到耶稣在上面。所以每一张有的很难去找的，你要慢慢去找，有的就比较容易找。OK， 所以你们要看真正的话，明天就你会看了。OK， 这现在也是要分享给你们看的，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讲像你们这些年轻的，你们没有经过这一段，在座的那些父母亲一定有经过的，是吧？好像现在以前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游戏就是好像跳这种叫做什么东西，跳飞机。现在就是不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就是每天低着头啊，所以现在小孩子都病就是每天低着头的，叫低头病那样子。OK， 你看，从前我们就是做这种东西，我们没有脚车，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做过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做过，明天去那个野营里找一个来试试看，蛮好玩的。OK， 跟着我们也是玩车头，对不对？你们有玩过车头吗？没有。我也去问你母亲，怎样去玩这些车头，很好玩一些。OK， 你看现在。就是这些internet跟那个computer，你看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你看饭碗啊，你看每个都是打坐，不是打机就是看手机。现在不是小孩子跟童年，连成人我自己也是一样，那吃饭就是拍照，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想，如果我们做基督教的，每次吃饭一定要做什么？祷告嘛，祈祷。为什么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不是祈祷，每个都是。拍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可以当拍照这样祈祷是很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有画？所以我是想到，如果我可以把基督的画、圣经画在画里面，你们把它输入在你们的手机电话中，
就是讲每次吃饭的时候，你们可以拿来分享，好过去拍那个食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OK， 你看这些就是目前走嘛，你看好像过年你们吃团圆饭，对，每个都是看做，就是照做这样做，没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在飞机上在那到处了180。如果你看，如果我把你们的手机都拿掉，我看我们每个真的很惨，会自杀。因为他就是好像很聪明，我都讲为什么我们人可以到这种目的，其实不好的，这对我们身体也是不好。所以我在教堂里面，我就时常发现到很多这种事情发生。所以那天我就在教堂里面，我看了很多这个电影，我就把它画成一个卡通出来。这个是牧师，我跟他讲明了，因为在牧师每次在教堂，牧师一定有讲在座的，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啊，什么遇到什么东西，你们就要像。就讲你要你的 emotional， 如果你有经济问题什么东西，你们就 you can look out to the God for you， 就讲你们要像面对主耶稣。问题是他在讲的时候，后围那些年轻人每个都是好像手放头低低，跟做他就讲哈利路亚，跟做还是头低低，在下他就看得不到对路，他在讲多一片。跟着我在旁边看过去，其实每个都是在那边轻松的听到的，不是 WhatsApp。不过有一些是在找圣经啦，很真的。因为有时真的很好的是，他你不必带多一本圣经，你可以在那边找。不过大多数的是 WhatsApp 啦、Facebook 啦这些，对不对？所以目前就是这个问题。所以阿克是讲过，不要浪费你手机的媒体，就像互联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一百年前的人抽鸦片睡觉，现在不必抽鸦片，我手拿的是手机，不过他的逻辑线是一模一样的，一百年后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啊，这种也是一种病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是给你们分享的，就是你看目前就是跟以前也是一样的，就像一种也好像你染上一种毒品一样。都飞这边 ，OK。所以这本书刚才你看的，就是它的题目是，如果你看英文是 Valentine's Story， 很多人以为这本书是爱情故事，其实不是爱情故事，因为我是在情人节出生，所以上个礼拜是我生日，所以我是在这，所以我就把它放在 Valentine's Story， 是我名字在里面 ，OK。那是我第二本书，第二本书是讲。我来到吉隆坡那种，就讲经过。今晚你们有机会写这两本书，我把它放在里面。OK， 跟着就是 OK， 这个在书里面没有。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本来我是不会站在这边的，永远不会站在这边的，因为我家里我出世，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是在中间第四，如果排你的，我是第五。我讲这些大哥哥我姐姐的，为什么我不会在这边呢？我很好给你们看的就是，因为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真的很穷，所以父母亲在讨论说，就像就讲在大家在分享，我就是讲还是不要我，就要把我打掉，还剥削，这个是我母亲跟我讲，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经济不好，所以他们不会去医院的，就是。我们叫做传统的秘方，我知道他们吃黄梨啊，我黄梨不吃，所以那个时候我母亲他就讲，哎呀，一个孩子不见了，所以我知道他母亲跟我讲，他不放进去黄梨跟一些什么花黄花什么花，就讲他讲一摘吃下去，那个大多数打出来的。不过那个时候母亲讲，这两袋我还是不要出来，我在里面跟他斗，所以两袋过，后来他就医生就跟他讲。你不可以再吃下去了，因为这个你自己身体也是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啦，不过你可以看主他拍那个叫超人的天使在我里面跟我挡住所有的那些，所以我在里面那个王力啊什么都飞进来飞不进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这样的诞生出来，就是这样，你可以看。所以在2月14号，为什么我一在情人节出来了？因为很多天使在里面保护我了嘛，
所以在情人节我就出事了。所以这个是真故事，不是假故事。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当初我出生的，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喝奶瓶的，是用 FMM water 的，这个是我们的奶瓶。你们喝的是这个，我们喝的是这个，所以它是超重的呀。因为那个玻璃珠你知道几重？你放了那个 water 的，你马上拿都拿不起。有时只让我们喂小孩子啊，就是瓶子打到他头。你们现在的要玻璃啦，又要喝那种 S26 啊，这种叮叮咣什么一大堆。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所以以前我是很瘦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牛奶，只是放一点 condensed milk 啊，不是这种 condensed milk 是那甜的，都跌打的那种，就是冲那种就喝，所以那个根本对健康不好。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到大到六年级，永远吃都是那个 Ritz 啊、百官啊一大堆，吃不饱。还有可能是我母亲吃那种药，所以我在童年的时候我去读书，我不可以参加运动了。因为我里面太过弱了，就讲如果打针，他的血不会停的，一直流，所以医生有吹单子给我，就讲我不可以参加这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不过来到吉隆坡，我就开始运动，慢慢开。OK， 其中一个我要给你们看的是，其实在我没有讲完的时候，在座我看到很多父母亲，原本我以为今晚只是小孩子，不过我看到很多是父母亲。所以这个今晚是很好的，我借这个机会是，因为农历新年过后，就是父亲节跟母亲节到了，上面都是耶，所以我是要献给在座的各位父母亲，啊，因为这个是，我的故事就是也是为了写给我母亲的，所以因为母亲、父母亲怎样，现在小孩子啊，如果你们做错什么事，就父母亲还是很疼你的，怎样骂你，他也是疼，就好像我们的神这样。你做错什么，他还是原谅你，他还是爱你。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呢，我其实我还记住，因为我的脑子很好，是，所以我可以在六年前我穿什么衣服，我还可以记住的。什么颜色？现在我翻那个 photo album 啊，如果我看黑白的下面，我可以看到以前这个是青色、黄色，我可以看得到，因为我的那个记忆力很强。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太过。就这样很穷一下，就是我们拿的衣服都是邻居给的，所以我的邻居太多年女儿所给的都是女装，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做这个是我爱的，不是别人，我穿女装差不多穿了整两三年，然后没有办法了，因为如果你不穿就是像后面的小孩子这样，因为我们住港风嘛，就是每个没有穿衣没有穿裤，所以如果你不穿女装好过没有穿，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实际上跟人家讨论讲，我是born down 这样。不过我讲说就是讲，这本书它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在里面有写过 ，be thankful what you have 嘛，就讲我们做人怎样，我们都感恩，然后就讲 strive to improve yourself。OK， 我讲六岁，很奇怪的就是我六岁，因为我们住的是汽车加房客那种屋子嘛，就是讲。你要煮饭，四点是你煮，五点是他煮，八点是他煮，所以如果你不煮，超过就没得吃了。所以那种时候，我母亲就把我们锁在房间里，因为他的兄弟，他怕我们出去跟人家学坏东西，所以锁在。尤其是他们去读书，我没有读书，他就锁我在房间。所以那个时候，我锁在房间没有什么东西做，我就拿那些我哥哥他们的铅笔啦，还有母亲煮药那红色的纸啊，药材店啊，那个泡了药不是有那个我收起来。就开始画画，其实奇怪的是，我什么都不画，我就拿我哥哥的历史书，我很喜欢孔子，我只是拼命的画孔子。所以在我六岁的时候，我最拿手的是孔子。我现在盖着眼睛，我还可以画了孔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画了孔子。那个时候呢 ，OK， 这个就是我现在盖着眼，我就像目前我这样画的孔子，你可以看。所以最近我在几年前，我的校长是。沈墨宇啊，在马六甲，在他97岁的时候，我特意画了这张送给他，因为他开了一间教会在马六甲。如果你去马六甲公交，你可以看到这张画在那边，我送给他。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因为我们太穷了，我父亲又是一个酒喝酒，他喝酒，因为他没有，因为他也是开过，他过母亲。我童年的时候就讲，我没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父母亲不好，所以变成我父亲每次喝酒，所以他晚上
他就带我出街，因为他带我去那个我们叫酒吧，对不对？他到酒吧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讲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我孩子6岁可以画红纸，每个看说有影无呢？啊，然后他们就讲可以，你看如果他画得到，你们请我喝酒，这样他们就赌酒了。这样他们就打麻将台放那个纸上去，我那个时候我爬上去，我就一下子画出来。这样，你看那个老的人哇，老他的回答，哎，所以画完那个我就付清个免费酒，他就喝，喝了我讲哇，挺好玩，明天又带我去另一间。所以我好像走江无聊了，我每天晚上到处就是围他卖艺，让他喝酒。不过我现在想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看不好的角度，父亲好像是 abuse me 这样虐待我这样，我可以输他了嘛？不过我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他没有这样，我没有今天，因为他好像到处使我可以发呀，就这样，我在人家面前我就可以哇，我不会怕了。就我参加那个时候，我参加比赛真的，我这样不怕，人家3个小时，我1个小时就走出来了，就这样我可以发得很快，因为我们有练的这个叫做。胆量跟信心，所以我就讲，哇！我父亲叫成龙的叔父这样，然后好像你看成龙啊，他写那个最前这样嘛，就讲我慢慢的，所以这个时候，后来到最后，我每天晚上我父亲就喝了酒之后，他就染，其实他染上了鸦片，因为他是讲这本的时候，他给这本打了，他就身体很痛，他讲鸦片是种止痛药来的。所以他讲，他就带我去这个鸦片房，我不知道什么，那个时候我都不怎么知道是鸦片，我只是跟他去那边，他就让你坐在角落，我就看到他就在那边叽里咕噜咕噜这样抽着，我很臭很臭的。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不过身为一个 creative 的人，就讲我创造力很强，我可以录影他的过程。未了到最后，他讲回去不可以跟母亲讲。后来回去的时候，啊，这个是要给你们看的这边。漂亮，好，对呀 ，OK， 这个是给你们看，真的鸦片是这样的，他们是用一种灯啊，亮就烧。跟着我回到家里，我就把我父亲所做的表现出来，我用铅笔跟撸热跟那是个小本子，我就绑了来个凯罗丁来睡在那边也是照戏。我父亲看下去，我觉得你在那里学到的。这个不是抽鸦片，你看我父亲在后面，他在外面，我们就知道原来是我父亲带我去，我父亲真的的，所以我母亲很生气，因为我母亲其实早期他是有一点钱，还有那些塑胶烟什么，他就是拼命卖掉给我父亲，搞他想要做生意，其实他没有做生意，拿去抽鸦片，所以母亲气到也是我破坏他们的关系啊，所以他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就。的感情破裂，我们就不帮他做一些手艺，就是他就去跟人家洗衣服。哎，那个时候洗衣服，你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啊？洗衣家一件裤子啊，一个月差不多5块钱，有时是15块，如果多的时候，所以看5块跟15块，所以他就很辛苦去做。跟做，因为他我们8个兄弟姐妹，他就很难去，就讲维持，他就去做小贩。所以小贩的时候。你知道天气好不要，如果下雨啊，他就回来生气就很生气。你看那个鸡都怕 ，better run away， 因为他的啊，如果他回来了，他情绪不好，我们要拿那个 school fees 啊什么，他不会给啊，因为他很生气啊，拿什么我都就他就在那边发脾气。所以尤其因为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我的头脑又好像成人这样的想法，我就想，哎呀，你现在哪些岁真的很辛苦，不能自己去赚钱啊。我就开始自己想这样去赚钱，所以我就帮他们就这样。我们所住的那个港口港公司没有水电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挑木啊、打水都是到外面去，啊，在给你们看。跟着还没有去，我是不下午班的，就讲早上我要去买我的皮箱了。如果我们经常你卖不完，你不要去读书，所以看你们几好没，对不对？这样我们就穿着校服啊。去买就讲买不完就不给出去。就有一天我就在这个贷款就讲，这间你这样子还有在过，最近好像关了。他有个老太婆在那边，他就看出我这样小孩子为什么不读书。我一阵子接我讲，讲买不完不给读书。他就讲读书很重要，他就讲我跟你买到完，所以他打动了我的心，因为他讲我买到完你就可以上线了嘛。所以那次
买整盘才整十块钱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哇，有世界上有这样好的人啊，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一些那种东西。对，像我父亲呢，他是，其实我父亲在我们童年，他已经跟我们的身体有点关系的，因为他是做手艺的，所以他的顾客是一个牧师来的，他牧师每次就教他做那个纹身的，就讲你们里面那些啊，他就讲他就做英文的跟华语，做华语他没有保证，因为他华语比较好，不过做英文的他就是不会英语，他就做了就叫我跟他对一下，所以他在我童年他已经做了身体，所以他所做的是这些东西，这些是稻草做的，稻草啊他们拿来粘粘了。他就这样一下，有的就做那个身体的字在下面，对不对？其他的你看，其中有一个我父母在这边，他有做过教堂，这个是一个教堂，那个十字架，这些都是他们拿过去英国卖的，买给英国那些，因为我们那个是安德英国的时候统治，所以很多英国人来这边跟做。我们呢，就因为我父亲时常有跟这些牧师在一起，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哎，你们去教会，为什么有糖果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年吃一次教会，我们不是基督教，只是去拿糖果的，那你唱歌就有糖果拿，所以我又不会唱这个唱教会的歌，我们做 lip sync 咯，他们唱我们就去动就可以了。对，不过我父亲很凄凉啊，因为他跟我母亲吵了架之后，我母亲不给他吃东西，他就不要吃我东西，这样我父亲就自己要像一个童子精在外面吃，他自己煮自己要饭，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可怜，我要偷鸡蛋给他，有点加料给他，因为所以他的身体也是不好，在60岁他就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读书是最差的，因为这么有了这样的家庭分裂，你没有时间去读书了，因为你们像现在你们有去补习啊这种，我们的时候不读书，你每天都是去巴萨拿东西啊，或者所以变成我只是在晚上等到考试的时候才来，人家讲奔命啊，哦才来点点读，才来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也是经过很多痛苦的事情，就是我母亲又跟人家洗衣服，这样我们的衣服通通没有烫的。所以我去读书，老师就开始骂：“为什么你衣服不烫不整洁？”其实我不好意思跟老师讲，我连烫头都没有嘛，这样去烫嘛。所以我们所穿的都是那种很屌屌的，然后皱的，然后他们就我不敢老跟老师讲我们没有烫头。那个时候烫头是不是用电的用火？你们有见过的吗？用火烫。OK，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怎样可以使我的经济不会使到母亲辛苦？所以我就开始讲，既然我会画，我就开始投稿。我就在我小学，我就开始画这些嘛，这些画就是你投稿，一直拿投稿。我好过我母亲，我母亲是衣服15块，我画一张可以拿到40块，一张40块，有时60块。后来我成为南洋大爸爸妈妈，我画一张漫画有时40到60块，所以一个月我是不少钱，100多200块，都是自己买自己的课本。所以这些都是我童年的。你们很多没有出世了，1971年。这个是我发给南洋上报。OK， 跟着我每个假期，你们有7个星期啊，对不对？你们都是去，我现在孩子7个星期去，比香港啊、迪士尼乐园，我的7个星期是在新加坡竹龙工厂做工。我跑去做工，做工了7个礼拜回来我就上学，我去讲。就讲我是自己去工厂做工，因为要减轻母亲的负担，像这个也是一个很凄凉的，就是因为家里母亲没有在，没有人煮饭，我这样变成我每天傍晚我都要去那种收那些人家讲抽水啊、养猪养鸭那种东西，就两个这样吃剩的东西，我拿一个桶去，他就会留给我，就讲我稍微工多啊，再拿回家就养鸭了。我有时肚子饿上来，你不管什么东西，就是吞下去，然后还这吞下去。那个时候真的不会病，因为我们是拉萨勇敢的嘛。就讲我越吃越爽，这样我在几年前我去印度，每个被捞晒的肚子我不会了，因为我的里面
就叫有抵抗力了嘛。每个鸡都会拉肚，我不会，所以我是小孩小的时候有可能吃肮脏的东西太多。这样不过我好过这些人呐、啊，因为他们在地下捡上来了嘛。所以你觉得你穷，人家也比你更穷，这些跟我一起分享。OK， 还有我甚至也是偷过东西，就是我去面包店买那些人家偷过回来的，就想过了几天，他就卖半价或者卖，那个时候我就想一下，这样多兄弟姐妹又不够，所以我买一个偷两个这样。不过那个时候我偷的时候，因为我太瘦，所以偷还可以看到那个面包跑出来的。那幸亏老板很好，他就讲不可以写偷。他如果你要我可以送你，所以有时真的世界上有很好的人，他就讲他就多送几笔给你这样。不好歹我今天没有发过，没有打抢银行了，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接到，所以我就讲 never resort to stealing， 然后就讲我们做人要老实一点，不要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还有现在这小孩子不吃水果的，对不对？因为你买东西的话，他说我的孩子不吃水果，像我的时代没有机会吃水果，唯一吃水果的就是这样的时候，就叫我们跑去水果店跳进那个垃圾桶里面蹲下来，不要给人家看。你要吃苹果也可以吃，或者一半可以吃，一半也可以吃。我们就是没有洗就这样吃。第二次吃水果的是等母亲去医院的时候，人家送水果，然后那个是没有烂的，所以每次母亲又疼我们的。如果要去医院，人家送水果，他一定不吃，不能给我们吃。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还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像豆腐花，你们做过豆腐花，我的童年没有机会吃，你要机会吃就是你要发烧，因为你发烧不经常不可以吃。 OK， 买豆腐花一毛钱，所以我们很喜欢发烧的人，因为发烧我们就有机会吃。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烧，滴滴发烧我们讲哎，你请一半改做发烧请一半。所以现在的人你要满街都可以吃啊，还有电视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机，那个时候是黑白的。不过隔壁我看他搬来有一个电视机，我们很高兴，因为晚上我们就开始转动，挖洞，有时挖不紧看不到，看到一边，挖到好的时候，那个我们就跟我们补洞补回去。所以我们的机会，现在你们看什么都可以哈，比如手机、电话又可以看。这个是剪头发，那个时候剪头发。我们剪头发是最怕的，因为我母亲，我读到我来中国做工，还是我母亲剪的那个时候。就讲他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怕剪头发？因为他的那个剪刀啊，已经坏到烂了，每次剪都是剪到我头了。所以如果我们动一下流血，他就打我的头，因为我们怕剪。所以真的，我们一听到剪头发，真的很怕。我父亲就很好，我父亲是很会挖耳朵的，所以我们最享受的就是挖耳朵。为什么会给你们看这两个？因为我认为，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父母亲，虽然他们吵架，不过他们还是很疼他的孩子的。所以在座的小孩子，如果你们有跟父母亲吵架，不要恨你母亲、父母亲，因为他们永远都是爱你们的。还有，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三个兄弟姐妹，就讲我跟我弟弟他们三个，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包是空的，所有的书都放在学校，因为我们晚上早上就是拜托那些人妈去卖的，整个书包都是那些人妈。因为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去学校订单订了，我们第二天早上去就派到给校长做，他讲肯定没有声音，我们骂了。所以我们给我力不给多少，所以你看我们几个兄弟的一直想办法让自己母亲减轻他的那些他的那种辛苦。你们有吗？现在的孩子母亲挺辛苦，我看到现在有时候很惭愧，我看到父母亲每次用的电话都是烂的，孩子都是最好的，因为他父亲哪来个新的，孩子想我要他就给他，他就拿烂的。有时候我去看到顾客啊，早期的时候那些电话，他们的有时那错接，他用塑胶绑住。我讲你这样有钱，怎么用那个手提电话就绑住？我一直拿掉我的电话。所以你看父亲多疼你们，啊，所以我就讲你们要好好珍惜他们。还有，你们我小的时候有做过监牢的，我做监牢是家里的监牢，
因为我的哥哥真的很什么，我本来没有写这个的，因为是我哥哥在生，不过我刚哥七年级过生，所以我感谢他，就不要知道，不好意思。因为我大哥他是很严肃的，他就管我们太严了，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读书，所以成绩是很差的。我在学校排名啊，都是后尾传起来的，我最厉害是第二名后尾传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惭愧，每个都是红到完，只是挂外个最好，红色的只是其他的黑色的挂画一样，所以真的很差。这样我哥哥就设一个那种，我就讲，如果你们拿六十，我哥哥的那个大概太厉害，要六十分才及格。below 也就讲你如果 below 60了，他就扣一个 mark。如果你欠他100个分了，他就关你100天。所以最假烂的是我，因为我的成绩就我第一天好过。这样他关的时候真的很惨，因为他真的学监牢的，就讲吃饭你他是放了我的家里，不是讲自己人给出来，这样不可以。冲凉他给你五分钟，冲凉进来上厕所不给上了，自己去拿躺椅啊，那个躺桶啊，拿进来在兄弟姐妹上铺，在自己去倒。就是真正的很厉害，所以父母亲真的很疼我们。他又敢讲我大哥，所以我大哥上班是晚上上班，在他上班的时候，他就小手指交给我母亲。哎，母亲，我母亲看他上班就开着门跑出来，我母亲在这救我们，就给我们，我们一出来就好像小鸟这样跑来跑去跑。有一天我哥哥忘记拿东西转回来，看到几只小鸟在飞，大骂我母亲，从此他没收那个手。所以很危险，如果万一我在，我们的站真的要烧死。因为锁匙在我哥哥上班，所以我哥哥拿了锁匙去上班，那个时候真的很好。如果真的我在，我们的好婆婆就烧死。我母亲又很怕大哥，他们不敢跟他讲。所以还有我要讲的是，因为我成绩太差了，就是想要考进那个Form 3的时候，有 try then， 我也是。主要的课都是 fail 的，把什么那些红英文的也是红的。后来老师叫我父亲去见他们，我哥哥不敢，我哥哥请出去，他就跟我哥讲，我恐怕你的弟弟过不了关，因为他的那个导致真的太差。他就跟我讲，我哥讲，现在是看什么东西了，准备，因为时间太急了，不可以有什么补救了。我哥哥连一个鼓励的话都没有给我，他讲我也想看的，如果他可以把我挡我的头下来了，他不是鼓励我，他是讲 I cut my head off。 这样我听到了，我真的给这一个不帮我。第一次我真的求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谁是我的神，我只会讲神，你一定要保佑我，我真的来不及了。我现在要的是抵抗，就是讲我 spot question 抵抗嘛，我每当 spot 你要给我中，如果我 fail 我就完蛋，因为现在你叫我读信我是来不及了，我就 spot 关系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想你一定要，因为如果你答应我，如果你给我考成功，我在首座我因为拿到最佳学生，就讲成绩是我最好的，我就做做不做到我不知道，我就是想我是想你一定要保佑我。这样我真的有抵抗到，我拿到毕业了之后，我广播的时候，我真的拿到第一名，哎，就讲最好的模范生，从一个最后排名第二，我跑到前面去了，我就拿到 best student of form four。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都是讲你讲不可能，其实真的有的东西真的可能的。我也是没有不信，只是讲过后真的我有那个信心，还有我要，因为我已经跟人讲过，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不过那个条件是为什么我会拿到最好的，是因为我身表比较高嘛。为什么我成绩不好的是每次我坐在最后的，最后的学生大多数没有去听老师讲嘛。人家每次上学校最怕是坐在老师的前面，对不对？因为你坐错老师这样恐惧，我就特地拿我坐第一个坐在老师的前面，所以眼睛都不敢眨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成绩一上，所以真是从这样就改变我整个人。所以我就想到有的东西刚才讲可能都可能的，只要你敢去面对。
跟着我的中学老师，他们也是对我很好，因为我毕业了，我快毕业了，我没有钱上那个读书，就讲没机会去深造，让学校他们就给我一个老师教师的，就讲给我一个 teacher 的那个 post， 像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你还是要教学好，因为你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你应该去做其他的东西发挥一下，所以我就听了的。那时候我其实来到吉隆坡，我有去报名那些学院，不过学院太贵了，就不可以进入。这样我的亲戚他们要借钱给我，就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哪里我知道我会拖累我母亲，所以我是去借了他们。所以这边不讲了，因为我不要讲了。OK，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微微，所以有时不可以太过敏感。微微，我在童年的时候，我拿过很多奖。我甚至拿过啊，我们第一位首相啊，龙华祖拉曼所签的那个圣约的，就讲我们第一任首相，所以我拿了很多奖，每个都是投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就来吉隆坡应征，哪里知道给他们讲，这些是童年刚刚刚刚没有时间的，刚刚，他讲我们要的是 degree， 这样我回到家我通通把它扯成掉，所以我现在很惭愧，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我通通把它扯成掉。这样跟说，这样那个时候来到中国，真的一个月的薪金才125块，这样去维生，所以每天都是吃美金米，因为美金米那时差不多2毛钱呢。OK， 这样不过我就是晚上就是我接一些把单子来做，就是发这些卡通跟书本，所以一天晚上如果你画一张就是1块钱，画1000张就1000块。所以那个事业是，所以我就开始画书本跟设计书本。过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进了医院，所以他已经中了这个浪的，是因为他抽烟过多。所以在他死之前，他有叫那个牧师跟他祷告。所以我就讲，他也是不错。他虽然没有祈求，不过他在最后一口气，他有叫一个牧师讲：“你给我祈祷。”所以在1974年。就讲我好，我多个的飞，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不过我没有画在这边的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好笑了，跟你讲，跟清明节我就去，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不是上山，这样我去拜我父亲，我讲你最喜欢的圣经我烧给你啊。其实圣经不可以烧的，不过我是讲，我们那个时候就讲把东西烧进太监道，我就讲把他那本圣经烧给他。还可以收到，我现在想一下，真的太过幼稚了。像我在工作方面呢、在广告，我进了广告界，好巧没有变坏，因为我所面对的，就是每天他们有抽大麻的，就是用西瓜这样来抽。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的他们抽了大麻之后，那个西瓜砍了下来，里面都是有黄色，那个白色变黄色的。所以老板叫我们一定要吃那个西瓜，那不吃就开除。像我又没有为了工作就吃那西瓜，吃了就我又想到父母经常不可以吃毒吸毒的，我又跑去厕所挖自己的那个喉咙，挖了连那个午餐都吐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很怕中这些。像你看那个时候我做工啊，每个都是抽烟啊这些，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抽烟，因为什么？我父亲死，我就是在那个医生面前看过，他讲如果你要像你父亲。你就抽烟吧，所以我永远不敢抽烟。这样那就不讲了。OK， 我这个也可以讲一下。我要讲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我最惭愧的一件事了，就是我没有机会上那种学院。就像每个人毕业都有戴私房帽的，对吧？我没有私房，我是自己做的纸皮房来的，所以我没有机会。所以讲，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不可以？就我想，我最想，因为有的时候我工作了，我跑去美国，我是想，如果可以拿到一个学士，还是想拿个马斯，我就跑去英国。这样，他们就讲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不应该，应该继续工作下去。所以我就，对吧？我因为在广告的成绩，我做得相当好一下，所以我也是给几间学院，就讲合办我做那个广告的那个 director， 这样来当飞。这样在有一年。他就叫我去问那些学生，因为我是 advisor to college， 他就给我整套，你应该穿这套，你要去
去就讲昨天在看你那些先生毕业，像那个时候很高兴哦，因为 at least 我没有进大学，我都可以穿那些，就讲 at least 梦想成真，那个就是其中的，对，这个刚才讲的 ，OK， 这个 OK， 这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因为我太穷了，所以钱对我很重要，我拼命的追钱，就好像这张画我刚画出来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挂着一个 fishing rod 啊，钓着不是鱼，钓着个钱。其实你可以停下来，永远不会停下来。如果你要追这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其实你要停下来。所以很多人都是要停的时候是在医院吊水的时候，他早知道我早应该停下来，所以太迟了。所以我就在年前，2007，我真的改变很多了，因为。我打球回来的时候，羽毛球，我后来遇上一个车祸，那个车撞了我之后，他又再撞了一个人，他车也是反弹了，进了 coma， 进了医院 ICU， 我给他撞到这两车扁桃纹，我走出来，一条毛都没有了，就讲没有，因为看到的，那个人家我讲我在这边，他们讲为什么一点伤都没有，那个。穿的他就讲有的两个都进医院，像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呆掉了。过后我就在想，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能看的考虑，就讲我就在想自己，其实人生真的你不可以想到你要做什么东西太多了，就讲你要做你是马上去做，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写到一个比如说就讲 live every day your last day， 就讲每天是你的最后一天，这样你就会做去多出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的东西太多了，我应该做，就讲开始画画，开始做一些东西，就讲，因为我头面太多人帮助我，现在里面就想要帮回他们，所以我的画画就是在这边开始。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头痛，因为我画了很多基督教的画，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我画了很多基督教，我跟人家分享，我去香港去哪里，到最后，每次在媒体的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他都跟我讲。Are you a Christian? 我讲 no。他就讲为什么我讲母亲不给我 straightforward 嘛，我讲母亲不给我。如果我成为一个 Christian， 他会很伤心的。这样每次去哪里都是很头痛，人家都是很多媒体也用 voice 来 interview 你这样子。那会到最后就讲，哎呀，这个是可能的。我就改次他们问我 Are you a Christian， 我讲好吧，一般一般啊。50-50不了，一般就是讲面对你们教育不是啊，在外面是吗？这样他讲没有一般一般的了，然后那个时候哇，真的头痛，我就讲到底要讲去。其实我也是想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就是讲去，因为母亲是一个真的迷信的，因为他我以前考什么比赛，我母亲都是去那种庙啊、南凤湖啊烧了，又放水叫我喝，喝了他就然后拿到第一名，你看。第一名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每次就是在那种，要到最后我就想，哎呀，真的不用，我经过住了很久，住到那，但到最后有一天我就祈祷，就讲，如果我真的想做一个基督教徒，不过问题是，如果可以解决母亲的问题，我就没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是给神一个很难的，就好像电台就是8:30这样的把时间，因为我母亲太过。因为我姐姐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母亲也是不听她讲，这样到最后我就讲，如果母亲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我就在24小时洗礼，真正的在10个月内，我母亲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她就是怎样成为呢？我给你们看的就是，刚才你看那个是为什么有个魔鬼在会，因为每逢在清明节、鬼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定见鬼了。还跟我讲，哎呦，我们爸做了，一盖眼睛那个就来了。然后有时候我也是给他吓到，你还他讲你来看，你去我的冲凉房看，你看那个导演里面，看有只手跑出来这样。我一直去看又没有，不过也就讲到我去冲凉都不敢盖眼睛，然后有时真的给他吓坏了。所以有一天我就讲不怕了，我讲我今晚跟你就讲我会跟你落到他不会知道你了。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叫我的那个工人，我讲我因为我朋友送我一本那个圣经华语的，我会放在楼上，我就拿下来讲，你
今晚把这身心放在母亲的桌上，看他每天会怎么搞吗？这样那个功能是不错，还不要放桌上，放床上比较好。这样他就放在床上。这样那天晚上，我母亲明天起来问他，哎，昨晚真的一睡到天亮，什么事情了吗？后来他就看，哎，这个是身心是谁的身心？我想是我的。我就讲这个就是让你不会反驳，他就讲这样你，如果人家偷了这样，我讲我不是买多一本给你吗？这样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姐，我说哎，不错哦，你我母亲都接拿我的证件了，我姐就跑过来就看看了之后，他们也是接着，我们就请了那个销售的人，他们唱歌，我说就讲感恩跟做就。我母亲接受洗礼吗？母亲接受就当天洗礼，他们就打电话我，哇，我没有办法，24小时，我又没有去过教堂，这样子就在家里把一个鱼缸拿出来了，把它放水，叫牧师来挑它洗。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觉得好像不是很正当，这样跳下去洗礼。这样，按照我母亲的洗礼，跟啊，这个就是我跳下去，好像小孩子冲凉一样。这样那个时候也是很好。后来因为我就邀请到一个教会去啊现场表演，那个教会就是不喜欢的教会，我没有去过教会的，我第一次去表演，我去很多教会表演，不过我不是基督教会。当我去了之后，我就会去想，我应该去一个教会，有个神父讲，明年我一定要去一个教会，我就去了这间教会。我一去的时候真的了不了，那个牧师第一次跟我讲，你要去以色列吗？我讲为什么？我们这个月会去以色列，我就去以色列，我就跟我太太讲，你要去啊，我们两个就在想要面去，我们就去，我就很高兴的，就是我真的很荣幸的，我在耶稣那个教的里边那边洗礼，真正的洗礼，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at least 我做一个宝贵的，而且在那个。一堂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真的是。过后，很奥妙的是，很多事情都变得，因为我就开始画画，我就想 ，OK， 现在我要做很多画，想去筹备一些钱，然后，我又投就要祈祷，就讲神明一定要祝福我，把画带到所有有名望的人。真的，在几个月内啊，我的画可以寄到王宫去。就是讲，我其实我不认识王宫，凤姐安排，发现那条路好像自己会开出来的，所以他邀请我进王宫，就画了几幅画给他，工作就画了一些，更多也是画给一些明星，就讲香港明星，还有画给我们的马来克斯，还有画给你们喜欢的吴克群。台湾的，我画那个画在鞋上面。吴克群来马来西亚的时候，特地他们叫我跟他画在鞋上面，他在那个。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谁了，因为他不是我那个。我看下去，他们讲很出名的，我不知道谁。不过还有我们的沙巴吉隆坡，如果你改次有下吉隆坡去 Times Square， 他的二楼我的画全部在那边。就讲美国他们有来把我买了。所以更多下来，你如果有去中国，在伊斯坦堡，从一楼到18楼里面，所有的画都是我的画。所以你看那些东西，不可能都变可能。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一下。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怎样去改变，我就为了放弃，就画多一点的东西，我就放弃我的公司，我把我整间公司卖掉，卖给我的股东，我就拍。画了这张画，除非是，就是从这张画，其实我第一张画是这张，我从这边变成一个标志出来，就是叫除非的真相。所以我这个是，你要知道这很奥妙的，这个建筑是我，就像我赚的钱我们买下来的。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教徒，其实我楼上都是租给教会，我还不知道的，我只是他的屋主的，我现在不是我收租。我当我搬进去的时候，那个牧师跑下来，他现在你是我的人老了，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几好呢，天天都跟我祷告，对他们，所以两层楼都是，到他已经跟我住了整20年了嘛，所以那个两层都是一个教会的，所以我在下面，所以你看神在上面保护我，所以我的公司。
跟人家普遍不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讲里面很舒服的啊，你们的牧师都有来过，就是里面好像一个咖啡一样的，就是我会把所有的话，还有一些基督教话，帮助就像是他有人来，我跟他们分享，就像学生啊，还有外地啊、外国很多都是来，还有甚至香港那些明星什么，他们都来我。好像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所以时常也是有跟一些年轻人戒烟的人分享，所以我这本书也是很多学校都叫我去跟他们做分享，尤其是学生这些，所以就这个是2007年在香港那套影片《上帝之子》在香港开影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神的神大的那个 miracle， 所以在香港做了，这个我第一次在做，所以我就讲明天你们一定要来，因为如果你没有来，你就今晚我不要给你们看这些。对啊，明天我们会摆，我会放了10多套那个在香港讲过了。啊，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个和你自己的看，其中一段话我捐给香港，他们在教会就讲在卖的时候，他们卖了多少钱？就像他宝的话放在中间，明星的衣服放在那边，我的话比明星的衣服还贵。因为明星的说衣服一件卖20000，我都卖了多少？50000。half a million， 香港钱，就是讲50000，所以我那些钱我都捐给他们，所以明天你们来，你们可以看到其中衣服，有，所以我是希望你们，因为如果今晚给你们看，你们就明天不敢来了，所以要看明天要到，还有。OK， 因为刚才你们讲的这个马太福音，就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都能，对不对 ？OK， 跟着这个就是明天我们讲的，就是话中有道。明天我会给你们看，所以今天跟明天都不一样的，只是有可能在前面有穿，那些没有来，我会解这一点。不过最主要的是话中有道，我们放了一个比较给你们看。OK，Before 我finish。我这边有一两张那个画是，我是想给你们一点特别的惊喜的，就是因为新年81是最后一天，对吧 ？OK， 新所的生日是在这个月，我要知道在座的有人在二月生日的吗？出事的就叫 birthday in February 有吗？拿手上来，如果有。十月，哪一天？二月。二月的。二月的，一个来呀、啊，一个的。一个。OK， 再加多一点，一月出事了吗？一月吗？举手。有啊。一月 ，OK， 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一月可以 ，OK。我这个是其中一张画。这个画在香港，他们是我们卖马币是80元，80元马币。其实人家是卖200元的，如果有的，或在中国他们可以卖到200元一张，因为如果有签名啊，没有签名就别的。OK， 这张是明天我会特别在这边卖，就像我们会拿一些出来，在因为你们是聊案子，我想到互相，所以我不卖贵，明天我们会卖25元，其中的钱我们捐给我们教会的，嗯。这样啊，还有其他，明天会有很多东西啊。除了跟你们分享之后，我们还有带一些，就像里面带一些，不如讲杯也是很少的，还几个杯，啊，还有衣服，还有 postcard， 啊，好像这个我才放25元，所以卖了，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垫付。所以今晚你们那些真的，我会给你们，因为这个是我最近画的是，那个。老一的，不过这边是有耶稣，你可以看这些书里面啊，生命之书你转过来耶稣看。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是好，因为看耶稣你就该看耶稣了，转过来。所以啊，如果你不要转黑，你放一个镜子在下面，然后你可以看镜子，要看你的脸就看到耶稣了。OK， 你要去 free 了就很好，很多人都是买 free， 因为我的 origin 那一张可以卖到1000多块的。像我是讲来到这里，我特别硬，我不要讲我你那些有钱人才可以买得到，你们也可以。所以今晚我这边有几张，啊，这些是刚才讲的，你们可以排队出来拿这张。啊，你们要拍照就可以了。啊，记住，等一下
样叫我切冰啊，没有价钱。还有谁？还有谁？啊，我没有确定的 IC 啊。我没有确定，因为我们跟就要讲正正。OK。还有啊，不要拍啊，就明天要发，明天还要拍。